行的地方已经查到了，小情侣就是一起去的。哥哥拍摄的这个地方原来真的是露营场地啊。有姐妹查到就是这家位于北京怀柔叫做心愿农作农场的露营地，视频里的灯桌子窗户都对上了。远处的小房子，外面的白秋千，商家也认领了，就是在这里过的生日。这泼天的富贵商家人都傻了，哈哈。重点来了，记得王大锤发的满是屁的图吗？你再看去这个露营场地的路，两侧满是树林的道路，有路灯电线杆，就真的很像啊。所以他 P 掉的会不会是路灯电线杆？而且这条路是一个骑行博主发的，是适合骑行的道路。你细品。反正8月15日弟弟定制露营蛋糕和哥哥提前一起过生日，锤死了。商家激动的说要查监控，鬼粉都要吓死了。评论区问一个还是两个明星的都是造谣，你要敢泄露隐私就避雷你。那就当是个美丽的秘密吧。这回好了，这档的哥哥到底回没回去都不知道。昨晚哥哥下班进酒店，保密工作上升为最高级别了。哥哥的车刚一到酒店，大黑布直接就扣上了。这里应该是走几步停一下，大黑布换好位置，里面的人再接着走。酒店大堂的灯全都关了，你这是考验代拍的眼神吗？这大黑布加关灯的，能看到个啥？人进去了，大堂的灯开了，这回好了，车上出来几个人，哥哥回没回来完全看不到了。针对这个行为都不理解，怎么就突然关灯还拉黑布了呢？托姐愤愤不平说，怎么的，我们王顶流见不得光吗？听说我们弟弟一号就要飞巴黎了，四号就回，咱就说必须赶在你哥生日前到家呗。年纪轻轻的好不容易出趟国，也不说多玩两天，每次都归心似箭的，太恋家了。伯君一笑是真的。战哥生日凌晨上线的王大锤真的笑死我了。就在凌晨大家忙着给哥哥祝福生日的时候，王大锤偷偷上线了，上来发了个广告。凌晨大半夜发广告也是没谁了。真是服了，不就是想上来给他哥点个祝福，顺便检查下闺女们的作业，看刻的怎么样，看我们刻的风又给我们加把油，在第三张图放了相机包，这是告诉我们刻对了，爱情相机已经垂死。有一个相机的包啊，让那个赞别让我看到你用这个相机包，一个字，绝。最好笑的是他这个点发微博，摩托都睡了，只有我们八还在狂欢，然后前排全部被我们八占领，这盛世如你所愿，急得摩托姐姐们梦中惊起坐。王大锤凌晨1点也回国赶回去了，看着满满一大包东西，感觉好沉，都是给他哥买的吧。而凌晨1点的哥哥也才下班，太辛苦了，看把我们波心疼的都叹气了。哎呀，咦，呦呦呦呦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只要活得久，总有你没看过的。话说王牌时，哥哥要拍抱抱戏份，弟弟又去探班了，当时还被剧组的人调侃哥哥谈恋爱像在养小孩。话说王牌时，弟弟确实没少探班，一去就会给他哥带很多好吃的，哥哥在剧组经常分给大家吃。而让弟弟着急去探班的要数这一次了，因为这天哥哥跟小黄他们一起玩儿猜拳，然后哥哥输了，就被小黄一把抱起来举高高了。当时现场好多人还说磕到了，这下某人就醋坛子打翻了，着急的连夜就赶去了哥哥的片场，这是着急的去宣誓主权去了。弟弟当时身上穿的就是这件有着木槿花的短袖，没错了，这件短袖也是波波探完班回来后亲自垂的，还卡点发的，他这是担心我们没磕到吧。那天落寞的他被小朋友的一条信息给拉回了人间。斗罗杀青的那天晚上，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，而哥哥的情绪却不高，看着燃放的烟花，他却慢慢的红了眼眶。当时他正跟挖机机娃打着官司，而这部剧杀青了以后，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？难道真的要出国去读书吗？此时的他落寞的样子好让人心疼。而另一边的弟弟当时正在室内录《极限青春》里的滑雪场景，这里大家都在等排名结果，而他却在认真地搓着这个爱心雪球，
虽然人工雪球很难搓，搓好后这里他立马离开去发信息了。而此时落寞的哥哥就收到了信息和语音，听完后他就露出了震耳欲聋的笑容，然后立马回了条语音。爹爹的这条信息让他后面心情就明显变好，没几天两人就亲自锤了这件事。先给你拍了对不对？对，你先给我拍了。对，我发给我。对，他说哇，你居然在这个时候去滑雪。对，就真的好爱。他俩那些无法解释的雷神之锤：一，闪闪发亮的大人，这里真的是很杀我；二，小王子荣图；三，战歌化的理想生活；四，把你藏在自己的彩排时间里；五，风起洛阳战歌提场；六，泰国见面会断了线的眼泪；七，波波化的爱心痣；八，春晚后台的双签；九，同款手机壳卡包；十，网络侵权案混合双打；十一，战歌的红底鞋穿在了波波脚上；十二，那些数不清的同款。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战歌千里哄波波名场面。彩排的时候，波波一直拉着个猪脸，明显不开心。战歌一直在想各种方法哄波波，然后对着波波唱了告白气球。爱的别人是你的眼睛在说我愿。一旁的人在线吃瓜真的太好磕啊。然后两人一起跳手势舞的时候就哄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两人碰了一下头，波波就一秒变螃蟹了，瞬间又开始不值钱了，这就算彻底哄好了。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忘了自己是干嘛的了，就这样主持人跟嘉宾走了，你俩就好好过吧。歌手一开嗓你就猜出他是谁了。对，我已经猜出来了。我们还是要让他们彼此看一看对方。全场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登场。欢喜少年啊，明月依旧何来长啊。那你喜欢他的歌吗？非常非常。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也非常的忙，节目组发出邀约，为什么愿意来？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，天哪，带回去藏起来。觉得你们俩跟着感觉走。